请掀开经本，国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这一句是总说啊。经文从这以下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使那一边居民他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凡是有志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这些经文呢，当然是很想啊，要多知道一些。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我们深深相信，佛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六根的能力，跟我们凡夫毕竟不相同。我们凡夫能力很有限。所以，遇到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惊讶，非常好奇，也非常的羡慕。佛告诉我们，诸佛如来，他们六根的能力也。能够见净虚空变化界，这说的空间，在时间呢，它能够见过去，又能够见未来。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的障碍呀，它都能够突破。我们世间人呢？常常赞叹的神通广大而不可思议，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种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具足的，绝对不是他专有的，他的专利没有，一切众生呢？个个具足，《华严经》上说的，出现品里面讲的很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你看佛给我们讲经，每一天讲8个小时，讲了49年，不疲不厌。永远讲不完这是智慧德相，这是能力眼见的能力，耳听的能力，鼻嗅的能力，眼耳鼻舌身呢？他的能力都跟虚空法界融成一片。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凡夫感官里面呢，这个是相当遥远
而在佛菩萨他们境界里面呢，如同目前，就跟在眼前一样啊。德是讲他的德能，他的能力呀。相呢是说相好。我们在此地听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在《华严经》里面给我们介绍毗卢遮那如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那我们要问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还是释迦牟尼佛想象的呢？给诸位说，不但是诸佛如来，菩萨的想象都没有了。为什么呢？想象是妄想。那不是真的。我们凡夫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是见不到真实的境界。那么佛既然说我们跟诸佛如来有同样的智慧、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相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到这个样子？我们眼的能力，各一张纸就看不穿，就看不过去了。距离远了，我们就看不清楚了，还得用望远镜。纵然加上科学这些仪器，我们能见度还是有限。这是什么原因？佛为我们说出来了：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智慧德相为什么丧失掉了？就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实在讲呢，没有丧失，把它障碍住了。虽有，不起作用。我们从澳洲土著那个地方得到一些讯息，他们看到我们用手机电话，他觉得很好奇，很惊讶。你跟远方的朋友交谈，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他们和自己远方朋友交谈呢，不要用这个东西啊。他用什么呢？心灵感应。心灵感应当中不但可以交谈，你看他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他可能跟朋友聊天去了。不但聊天呢，而且对方呢，那个地方的现象他也看得见，就好像我们电视一样。你在那里做些什么？你身边有什么？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用眼看的。他用的心眼呢，不是肉眼，在我们佛法讲呢，天眼。慧眼、法眼，他不是用肉眼的。从这个地方证明，
佛所讲的话可信。澳洲土著何以有这个能力？他妄想分别执着少。比我们少的太多了，所以它有一部分能力还存在，当然这个能力不是很大，在他一生当中啊，他足够用了，至少跟远方朋友交谈，不要用无线电呐。我们从这些地方呢，证实佛菩萨跟我们介绍的，我们可以相信，不需要怀疑。过界这个名称，佛是随顺我们凡夫说的，我们凡夫总是执着有一个界限，有一个故土，他有这个分别执着吗？佛就随顺你说，实际上呢，决定没有界限呐。为什么没有界限呢？所有一切界限呢，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大家可以细心想想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里头有界限吗？因为呢，有，那地图上画的颜色不一样啊，是有人画的呀。那个地图上没有界限呐，而且这个界限，就是以中国来说吧，中国这个国家很大，每一个朝代疆域界限都不一样啊，常常在改变呢，人为的，而事实上呢，没有界限，我们要了解。没有界限是真的，以化了界限是假的，不是真的。界限一化了，真的就丧失掉了。所以世尊在此地随顺俗谛跟我们说国际。介绍啊。阿弥陀佛居住的环境，清净庄严。经文一开端，佛与阿难，教者阿难跟他说：“彼极乐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居住教学的处所。”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我们在前面第六品念过，阿弥陀佛的48大愿，第一愿里面过五卧道。许许多多诸佛国土里面都有六道，都有十法界。十法界要跟一真法界来比，十法界是卧道。
过悟道，就是告诉我们呢，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真法界，没有十法界。这个很不可思议啊。48愿第39愿里面，庄严无尽，佛这些话就是告诉我们，法藏菩萨48愿庄严国土种种的愿望都落实，都实现。所以说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这里面，我们要想想啊，它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教化的这个国土就比不上极乐世界，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能不知道，娑婆世界是一个古老的故土啊，不要讲别的吧。佛给我们讲的3000佛明经，过去千佛，这是已经过去了，现在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弥勒菩萨是第五尊，都在娑婆世界做佛。这个千佛过去了，未来还有千佛，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处所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区，这个地方的居民世世代代，我们今天科学家考据的地球的年龄、人类怎么样的起源，这是小物啊。为什么呢？科学家、考古学家。只见到这一段呢，这一段以前他没见到啊。这个世界经过沉住坏空，科学的能力只能在住劫、空劫之后，坏劫、沉劫，他没有办法。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个沉住坏空啊。所以，这个世界居民习气很深很深呐。诸佛如来在这里教化，也无可奈何。你看《地藏经》上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是我们认识娑婆世界的状况，可是极乐世界不一样啊！极乐是新造的呀，就好像两栋房子一样，一栋房子是老屋，几千年的这个老屋里面
总免不了嘛，像蚂蚁啊、蟑螂、老鼠啊，这寄生东西很多嘛。虽然天天去清除，清不尽呐，没有办法除根呐。西方极乐是新盖的房子，那刚刚盖好的这些东西是通通没有。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大致上能够了解两个世界为什么不同。阿弥陀佛建筑极乐世界到今天才十劫。佛的寿命，极乐世界居民的寿命，个个都是无量寿。无量寿跟十劫相比，十劫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们现在发愿，果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老大哥的身份呐，来得早嘛！这个世界成就十劫，你就来了吧。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亿万劫的历史啊！所以从这个地方，诸位细心去体会两个世界为什么不一样啊！绝对不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智慧能力不如阿弥陀佛，不是啊，是一个在老的国度里面教化众生，一个是新兴的、新建好的这个国度啊。那尤其是难得了，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世界之后，那个世界没有原居民啊，不像我们这个老地区啊，原居民很多啊，他没有。极乐世界那些人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以灵过去的。他以灵的条件呢，很苛刻，把关很严。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习气，决定不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去。你一带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就被污染了。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移民到这去什么意思？人家把关很严，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到那个地方去呢？弥陀经上给我们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那一边的移民呢，是经过选择的那一边的居民，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我们发心要想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你要先了解移民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三经都要看呐。看一部不行呢，看一部还有一些条件，这个经上没有讲的，在那个经上讲的。就说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什么是善根福德？
《观无量寿经》讲得清楚啊，《福德观经》里面讲的三种敬业，敬业三福啊。《弥陀经》上所讲的福德就是敬业三福啊。《弥陀经》上讲的善根就是。大本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读的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理论啊，所讲的一些道理，我们都明白，都把这些道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这才是善根呐。啊，《观经》里面敬业三福，我们统统落实了，那是福德啊。啊，什么是因缘呢？本经我们现在还没读到，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讲的。确实是因缘啊！我们通通都具足了，以明西方极乐世界，你才真正有把握啊！要记住，那个世界上善才能往生那我们说。这个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是上善吗？是的，没有错，确实是上善。啊，何以知道他是上善？他要不是上善，不能往生。生平造的罪业再多，临命终时一口气还没断，至诚忏悔。业障就能消除，何况还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啊，我们在《大藏经》《提婆大多经》里面看到，《提婆大多》是在讲，是也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他杀父亲，害母亲，破活活僧，跟提婆达多勾结，忤逆食物，他都做尽了。提婆达多多阿鼻地狱，他不错。临命终时，听到净土法门，至诚忏悔，他往生了。不但往生，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是上品众生。我们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样的经文。大惑不解，总以为造这么多罪业，忏悔往生，大概总是下下品往生，哪里晓得他上品众生啊？于是我们这才体会到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要看你是不是真心忏悔，因此我们这才明了，往生呢，一个是平素向我们修行修净土，一个是造作恶业临终忏悔往生。
我们对于造作一切罪业的人不敢轻视。为什么呢？假如他临命终时忏悔往生，可能品位在我上，这是教导我们，对于恶人不可以轻慢，不可以轻视。中国谚语常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这样的子弟，他一回头，真正好人，好人当中的好人。阿舍世王往生就是这样的例子，不是普通好人能够跟他相比。我们对这段事情要有认识，要有理解，但是不可以抱侥幸的心理。西婆大多无恶不作，我今天做的坏事有什么关系啊？临终忏悔也能往生吧？在理上讲，讲得通，没错，但是问题啊，你能不能保得住啊？你死的时候头脑清楚啊？临终忏悔往生要有三个条件，你敢不敢保证死的时候啊，我这三个条件就足？第一个条件，神志清楚，一丝毫不迷惑，有把握吗？我们看看许多人还没到死，年岁老了就得痴呆症了。得痴呆症的时候，这就决定不能往生了。你敢保证你老年不得痴呆症吗？敢保证你走的那一刹那头脑清楚吗？难呐，太难太难了。第二个条件，在那个最紧要的时候，要遇到善知识提醒你。你想想，你能有这个机会吗？真正对于净土明白的人，通达的人，有坚定信愿的人，提醒你啊。第三个条件，善知识一提醒，立刻就相信，决定没有怀疑，就接受，就忏悔。真的悔过，这样念佛就能往生。这三个条件不容易。所以，我们在现在就要放下妄念，更要放下恶念恶念恶行彻底放下，决定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佛菩萨的教诫，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三业，这个敬业三福，是我们修行的根本。敬业三福，
详细的说明，就是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十善业道经。这两部经呢，是净业三福的说明啊。大乘经里面，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详细说明净业三福。佛教导我，要深入经藏，要深解义趣。净业三福只有11句话了，11句话了，每一句话就是一个题目啊。详细内容啊，散在《大小乘经论》当中。我们要细心去研究，对于他的这个教诲，我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怎样孝养父母，怎样才是奉事师长，怎样培养慈悲心，怎样修十善业。不仅仅是形式啊，实质比什么都重要。然后你才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如何将佛陀的经论，这里面所讲的理论、境界、方法，完全落实啊，完全能够做到啊，这才是佛弟子啊，这样才能够啊，真正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现前必须要做的是做克己的功夫。孔老夫子说的，克服自己自私自利的习气啊，克服自己名闻利养的习气非常重要啊，克服自己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习气，克服自己内心的贪嗔痴慢，我们要不认真做这种克己的功夫，怎么能成就？克己，古人有问过，从哪里克己呢？从你自己毛病习气最重的地方，先把它克服。如果你贪名，你就先从这里下手。你能够把名分，能够把地位让给别人。你观察，确确实实有能力代替你的，即刻就要让位啊，绝不贪恋名位。你从这里干，贪财的，
你应当把你的财物拿去救济一些苦难的众生，他们需要啊，你帮助他，你得放下了。你不肯落实，你的毛病习气除不掉啊！你要真干。唐朝时候，庞涓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这个榜样用意很深。他的家庭相当富有啊，他把他家里的财物全部装在一个大船上，把船划到长江中心，船打个洞，整个沉下去了。他什么都不要了。别人看到这个情形，就问他：“你的财产既然都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呢？”他回答了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你们想想看这一句话的味道：“好事不如无事。”你要真想不通，还从刚才我那个比喻里面讲，好事用行动电话，好事；无事呢，用心灵感应。你说哪个好？无事好啊！无事是真正在享福啊！那么要怎么样把好事跟无事结合在一起？这是菩萨啊！跟诸位说，好事不如无事是阿罗汉，是辟支佛，不是菩萨菩萨好事跟无事啊，结合成一体。事上做好事，心里无事，这是阿罗汉做不到的，辟支佛做不到的，形象上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实际上心里头呢，什么事也没有，所谓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超越了，真功夫啊，不是假的。世间人好事，喜欢事，喜欢权力，喜欢地位，喜欢荣誉，这是世间人，比不上阿罗汉，阿罗汉比不上菩萨。菩萨在现象上跟世间人没有两样，心理上比阿罗汉还要清净。我们要从这里下功夫啊！极乐世界环境无比的庄严。环境的好坏是从人心变的呀！我们这个世界居民人心不善，有贪心，贪心所感的是水灾呀！你看佛在楞严经上给我们讲贪。比如好吃，给你讲一些好吃的东西，你听了之后流口水呀，那说明说贪是水呀，贪是水，
所以贪心重啊，有水灾呀、水患呐、嗔恚心呢，是火灾呀、你看人一发脾气，脸就红起来了，全身都发热了。嗔心感应的是火灾呀、愚痴对于一切人事物糊糊糊里糊涂啊，是非善恶都辨别不清楚，愚痴，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呀、这个世间水火风三灾呀、是贪嗔痴感应来的。如果这个地方居民贪嗔痴都断掉了，这个地方的水火风灾都没有。那有人问我，这法师，那地震是怎么来的呀？地震是从不平来的，心不平啊，心有高下，就有地震的灾难啊。佛给我们讲的是真正科学的道理呀、境随心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是真理呀、现在这些科学家只在物理上下功夫，不懂得心理。啊，殊不知物理是从心理变现出来的。啊，因此科学家所用的这些方法啊，来改变自然环境，永远是行不通的。啊，为什么呢？他不晓得自然环境的根源在哪里。是从心想生啊，这些道理大乘经教里面讲的就太多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贪嗔痴慢都没有，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啊，真的是风调雨顺呐、什么样的灾难都没有啊。心地善良，心地真诚，心地清净平等慈悲，阿弥陀佛如是，他挑选的十方世界众生，也就从这些地方来挑选，符合这个标准的，欢迎你到极乐世界来，他来接引你啊，欢迎你啊！如果有一些小的习气毛病，没关系啊，这就讲的是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起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呢？那个地方没有缘。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他有贪心贪财，极乐世界需不需要贪财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你心里想要什么东西，东西就变在前面，随心所欲。你不想要了，不想要就把它变成能量，没有了，这个多自在。我们今天要想要一点东西，还要找地方给它储藏，你说多麻烦。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家住的那个房子里都干干净净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他自己打坐的那个椅子，他喜欢，他有，他要一张。来了客人怎么样？来了一个客人再变一张，
那个变化所作嘛，来两个客人变两张，没有客人，通通都没有。他自己不在家里，自己的这椅子也没有。你看看这个多好，多自在，随心所欲啊，所以他什么都不贪了。我们这个世间人贪图的黄金七宝，极乐世界人看的这个，他不放在心上。黄金是铺马路的，就像我们现在用的柏油一样，铺马路的。你要那个东西干什么？七宝是你家里房子建筑材料，谁把家里的那个钢筋水泥地下的泥土做一点东西戴在耳朵上挂在身上，那哪有这种道理？这就他的资源太丰富了，取之不尽啊，用之不竭。他要这干什么？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念头才一动啊，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需要去买料子，也不需要去裁缝啊，非常合身呐。想吃什么东西，念头才一动，那些餐具、喜欢吃的东西都摆在你面前。不想吃呢，完全的变化就没有了，空了。这不是神话，我们的科学家懂得，理论上他们明了了，现在科技做不到，这个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跟质量的转变。现在用个非常笨拙的方法，把这个质量变成能量，发明的核武。核子弹呢，是把这个质量啊变成能量。用什么方法把能量变成质量呢？这就想不出方法。西方世界，人人都会变呐，所以个个都是一等一的大科学家了。他不需要用机械，不需要用仪器，他用心灵来变。可以把能量变成物质，能量尽虚共空变法界，用不尽呐。不需要这个物质了，这个物质马上解放成为能量，没有了。所以，能与质的互相转变，在我们今天科学里面是一个理论。知道它可能，但是现在想不出方法，没法方法实现。西方极乐世界实现了。所以我早年在美国讲经啊，美国的科学家很多啊，我都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留学啊。因为他们所学的科技也是幼稚园的科技啊，那跟西方世界不能比呀。科学家应当求生净土，才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高科技。所以那个世界之美，佛在经典上也不过去略略的介绍一点，实实在在讲说不尽这一句是总说，下面呢再给我们举例说明。我们看底下第二段，永无众苦。诸难过去魔恼之名，诸位想想，连名都没有，哪来的事实呢？
受苦，我们这个世间的苦太多了。佛在经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把世间的苦恼啊归纳为三类。这个三类呢，苦苦、坏苦、行苦，这个三大类。这三大类呀。下面都有个苦，这个苦啊是名词。上面是个动词，苦苦，就是说，我们感受到有苦恼这一类的苦，这算是一类。这一类是什么呢？挂苦里头啊，就是解释苦苦的，像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还有个五阴之盛，这是所有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掉的，六道轮回之内的，没有出六道的，通通都有啊。这一类的苦呢，就叫做苦苦。苦的根源是身呐。不但佛说，中国老子也说，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身为苦本呐。你既有身，你怎么能不受苦呢？有身而不受苦，那是高明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是什么样的人呢？懂得驾驭这个身，控制这个身，利用这个身的人。他不苦，他有身不苦，我们不懂得，我们把这个身当做自己呀，头一个观念就错了啊！所以这个身带给我们无量无边的苦楚了。几个人能觉悟，身不是我的。能觉悟到这一点，他的苦啊，至少可以离开80%。佛在一切经论里头，第一个教学目的。就是这个，叫我们认识自己，身不是我，不是我是什么呢？是我所，就像这衣服一样，我所有的，它不是我，衣服穿坏了，穿脏了。很容易的脱掉，换一件新的。是觉悟了的人啊，人死到死的时候，知道什么呢？这个机器用坏了，用老了，不太好管用了，舍掉换一个新的。所以，舍身受身呢？就像脱旧衣服换新衣服一样，一点痛苦都没有。
唯有执着身是自己，他才有生苦，他才有老苦，有病苦，有死苦，生老病死，他不能避免的。觉悟的人啊，没有生老病死苦啊！这个要我们很细心的去思维，去观察，才能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驾驭这个身的人，那才是自己。就好像现在人开车。那个汽车呢，就好像是我们的身呐，那不是自己啊，自己是什么？在里头开车的那个人是自己。车开坏了啊，可以报废呀，再去换一个新车。开车的人不会跟那个车一样坏掉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啊！生有生灭，我没有生灭。在佛法里面不把它说为我，为什么呢？怕别人一提到我就执着生。所以换一个名称，佛家称它做神识，我们中国人称它做灵魂，西方人称它做心灵，名称不一样，都是一桩事情。这个不生不灭，不会跟到身体生。那么这个东西有没有形象？他没有形象，他不是物质，所以他没有形象。他是什么样子呢？样子可以体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眼越见，这就是他的样子。我们的神识或者说是灵魂，在眼呢它能见，在耳呢它能听，在鼻呢它能嗅，在舌呢它能尝。我们这个身体见闻觉知的作用啊，从这个作用上你就能体会到啊。在楞严会上，波斯匿王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个问题。佛举了一个比喻，叫他自己去测验。波斯匿王他的都城距离恒河不远，佛举这个例子，他说：“大王，你第一次见到恒河是什么时候？”他说是3岁，他母亲带他经过恒河，他看到这条恒河。然后佛就问他，他说13岁的时候，佛问他说，他说你现在多大年岁？他说我现在62岁。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62岁。他说你62岁呀，你再去看看恒河，跟你3岁看恒河是不是一样的？你这个见的能量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然后佛就问他，他说你自己想想，
你13岁的时候比3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说那老很多了。23岁比13岁呢，那就又老一些了。10年10年，他说你今天62岁，你想一想你在52岁的时候亲身，那衰老多了。佛就告诉他，身一年一年在衰老，它有变化。你剑恒活那个剑呢？你这个62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是永远存在的，会变化的是有生灭的，没有变化是不生不灭的。波斯匿王从这里恍然大悟，他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真我，不生不灭，他很欢喜啦。知道什么？什么叫做生死啊？生生死，灵性不生死啊。细心呢，你从这个地方去彻验，你就能够明白。那也许有人问，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眼力很好啊，很小的东西我能看见呢。现在老了不行啊，要戴老花眼镜戴老花眼镜看得还是很清楚，证明你见的能力没有变，你这个眼睛工具啊出了毛病了，不是你的能力见出了毛病，能力如果出了毛病，戴上那个老花眼镜还是看不见，那就是你见成了成了出了毛病。戴上老花眼镜还是一样看见，我这个见没有问题，没有出毛病，眼根出了毛病。而我的闻性也很好，现在年老了，耳聋了，听不见了，耳根出了毛病，用个助听器，也听见了，证明你的能力没有改变呐。这个身体是机器呀，机器用老了到处有故障毛病出在这里，不是出在自己的本能。我们从这些地方要细心体会，我们每一个人跟佛菩萨一样的，自己确确实实不生不灭。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没有诸佛菩萨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大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换一个，不认识自己诸佛菩萨慈悲教化了，没有别的，教佛教化我们认识自己而已。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佛的教化就圆满了，如此而已所以《华严经》上才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们《无量寿经》上说的，一切皆成佛。那个一切的意思，包括非常非常之广这些地方我们不能不细心去体会，不能研究，越研究就越差，越出差错了，只能体就。参就不能研究，研究为什么呢？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那是越搞越远。这个东西要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今天讲直觉，我们的智慧能力才能够恢复。
一定要用直觉啊！我们今天错在哪？错在妄念太多，不用直觉啊，他用分别，用执着，越用越错啊！越用这些东西，我们的灵性呢，越被埋没掉了。越学越愚痴啊！我们自己同学当中，出家人当中也有啊。我看不学佛的时候，他还挺聪明的；学佛之后啊，越学越笨，越学越愚痴。啊，什么原因呢？我知道，妄想太多了。啊，用妄想去学佛，用执着去学佛，那就越学越笨。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越学越聪明啊，越学越有智慧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毛病在哪里，要把毛病啊认真克服掉。啊，我们的毛病在贪心，一定要把贪断掉。啊，我们的毛病在愚痴，一定要把痴放下。毛病在嗔恚，毛病在嫉妒，啊，知道了就认真放下了。啊，一般凡人呢，心量太小是毛病。你本来的心量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啊，佛经里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是我们本来的心量啊！现在为什么两个人相处都不能相容？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啊，总不外乎啊，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你才搞得这个样子，搞得这么可怜呢。所以学佛做学问，第一个拓开心量。要能够包容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念了凡四训。啊，你才真正了解业因果报理论与事实。啊，劝同学们读感应篇，你才知道善恶的标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断恶修善。转迷为悟啊。啊，坏苦，这是讲的恶的果报。人过去生中修福，这一生他的果报就殊胜了。有人在世间受苦，有人在世间享福。绝对不是老天爷不公平，不公平。老天爷不问事的。生到这个世间来享乐的，过去生中修福。生到这个世间来受苦的，过去生中没修福啊。种善因必定得善果，造恶业是肯定得恶报啊！啊，那也有人问，这个人不是好人，心术不善不正，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啊坑别人害别人，哎，他自己还挺享福的。
官也做得很大，财也发得很多，那这是什么回事情呢？告诉你，他享的福是他前生修的，他这一生做恶，把他前生的福报已经打了对折了。他如果不作恶，他的果报啊，比他这一生还要殊胜。因为他心术不正，以为欺骗别人自己可以得利益，决定错误的观念。你偷别人东西，抢别人东西，骗别人东西，你所得到手的，还是你命里的所有的。命里头没有，你就偷，他会偷得到，你偷不到。你还没有偷到的，被警察抓去了。为什么呢？命里没有嘛。然后你才知道啊，古人讲的没错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干那些恶事冤枉干的。他不懂得这个道理啊。他懂得这个道理，他就想他的太平清福了。不要去害人了。能多帮助人，福中再修福，那他的福报生生世世享不尽呢。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以为种种享受啊，一定要欺负别人，一定要去骗别人，自己才能得到享受。殊不知他的福报打了对折还不止，可能只剩下两成三成。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果报在三途啊，在地狱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一定要遵守佛陀的教，佛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什么是善法呢？利益别人，不必想利益自己。思维善法，思想善，观察善法，行为善，我们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福报无穷啊，无有止境啊。这才真正叫上善之人。那你念佛求生净土，肯定往生。你具备极乐世界的条件。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具足这个条件。我有把握，我肯定得生。所以一定要断恶，一定要修善。坏苦啊，是到你乐享尽了，苦就来了。到坏的时候，苦才现前。这一类的苦称之为坏苦。没有坏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它苦；坏的时候感觉到苦了。譬如你驾车，你买的新车，驾驶很顺利，你没有觉得苦。这个车用了十年，用了20年了，到处都是毛病，开一段路毛病又出来了，你就感觉到很痛苦。你把它舍弃，你的心爱这痛苦来了。这一类属于坏苦。第三类属于行苦。行苦是实在讲呢，是念念牵留称之为苦也是我们一般人常讲的譬如比喻上说，青春不住，这是苦。
人都喜欢十七八了，不能够永远保持十七八了，他一定要衰老啊，这保不住啊，这一类的苦叫做行苦。那么佛给我们讲，娑婆世界的三界，也就是六道。为什么分三界呢？是这三种苦二分。欲界众生，天，一般人讲个笼统的天呢，这不行的。佛说的详细，天有28层。最下面这个六层叫欲界天，欲界天，换一句话说，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我们都在欲界。这三种苦，我们都受。我们天天都在受，可是你要到色界呢，也就会说苦苦没有了。为什么？他把了五欲断掉了。我们讲的财、色、名、食、睡，这个五种欲望啊，他这五种欲望断掉，所以他没有苦苦，但是他有坏苦。为什么呢？他有身。诸位同修要知道，色界天人虽有身，不需要饮食。什么来维持他的寿命？来养他的身体呢？经上讲，禅悦为食。禅悦是两桩事情啊。什么是禅呢？在这里我们方便说，大家比较容易懂。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是禅。悦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法喜充满，喜悦能养生，能。谚语也常讲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要遇到喜事，你很快乐，一生都是精神呐。喜悦养生，所以色界天人呢，喜悦，他那个喜悦不是从外面的，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就叫悦，禅悦养生，不需要外面的物质啊。所以饮食可以断掉，睡眠可以断掉，都是禅悦。但是它有寿命，寿命虽然长，等到寿命到了，这个身体要坏了，宫殿也要坏了，它感觉到苦了，坏苦，它有坏苦，它有行苦，它没有苦苦。到28层天最高的4层，色界有18层，再往上面去4层，无色界天。这个天上人很聪明，他身体不要，所以他没有色，没有色相，没有宫殿，他没有坏苦，但是怎么样？他有行苦。他的寿命长，还是有终了的时候，还是有尽的时候，他不是不生不灭，所以他还有行苦。三界
欲界三种苦都有，色界里面有两种，无色界有一种，所以佛说三界痛苦，通通都有苦啊。三界苦之，《法华经》上讲的比喻。我们明白了，要学习，在佛法里面称为修行。那怎么样呢？尽量降低自己的欲望。降低欲望啊，就降低自己的苦苦。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呀。财色名食睡，我们以这个做例子来说，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不能缺少啊。要用什么态度呢？够用就可以了。何必要贪多呢？对财物啊，决定不起贪心，只求够用就行了。有多余的，帮助别人，修福啊，修财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福果报。这样啊，我们的财永远不会缺乏，不必要自己累积，那个是错误的。一定要懂得善财。色，比这个色是讲男女之色，决定要控制。要懂得养精抱元，你的身体才会健康，才会长寿。你就减少病苦啊，减少劳苦啊。饮食只求温饱。绝不贪求美食，绝不能吃得过量。好吃的人很多啊，好吃的人很可怜啊，你们看出来吗？为什么呢？他不懂得保养他的身体，饮食啊，吃下去之后，大家要晓得，都知道了，他要消化，谁去消化他呢？肠胃、肝脏，这时他们去工作，去把这些东西消化了。如果每一天吃的顿数太多了，吃的太饱了，他的工作量增加了，他很可怜呐，他在那叫苦啊。常常这样搞，到最后他工作能力没有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胃癌了、肠癌了、肝癌了，这病来了。他死了，那你别的器官跟着一起死啊。所以你晓得，暴饮暴食是慢性自杀了。我看到那个好吃的人，我一看那在自杀，慢性自杀。不懂啊。
懂得饮食之道的，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一天吃一餐，为什么？减轻他的工作量，减轻他的负荷量，他的寿命长久啊，他健康啊，他不会有毛病啊。啊，你活的年岁再大，年岁要大，啊，不要老，啊，这许哲就是讲的，我们要高寿，但是我们不要老，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啊，他为什么做到？他一天吃一餐，道理就在此地，啊，而且他每一天只吃一点蔬菜、生菜。他都通常都不煮的，他不吃油、不吃盐、不吃糖，所有佐料都不吃。你看看他今年102岁，每一天还去照顾许许多多老人病人。啊，这么大的年岁了，还想办一个老人院，啊，帮助老人，啊，但是政府不许可，因为说他本身太老了。我们人间看他太老了，实际上他的能力许可他了，啊，这是我们法律上没有定这么一条啊，啊，年岁大，如果还有年轻人能力，照样可以办事，法律上没有这一条吗？啊，我们最近在这个中国啊，有不少同学看到啊，陕。这个长安有一位老法师，今年141岁。啊，我看他照的这个照片，仙风道骨，精神饱满，腰杆直挺的，没有驼背，也没有弯呢。他那个照片照的比虚云老和尚还好。啊，141岁呀，不老啊。你要想不老，一定要爱护你的器官呐、你要爱惜他们，珍惜他们，不可以让他们工作过量啊！啊，要常常照顾啊！啊，这里面最重要是心地清净啊，心清净了，你的能量啊。需要就减少。啊，我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曾经有一次跟他老人家谈到营养的问题，啊，我提出用我自己的观察体会到，我说人的这个能量消耗大概95%消耗在妄念上，至于劳心劳力，充其量只消耗5%而已。老师听我这个说法，他点头，他肯定对。我怎么看出来呢？我看他老人家，他的工作量是我们普通5个人以上，非常忙碌啊。他一天吃一餐，像鸡蛋那么大的馒头吃2个，一点点东西啊，他能够维持那么大的工作量。我跟他，我学他，我也学一天吃一餐。但是怎么学达不到他的标准啊？他的标准是那个时候每一天他的生活费用啊，台湾钱2块钱的，那个时候台湾钱跟美金兑换40块兑1块美金，你想想看，他一天2块钱，换一句话说，这个
1块美金它可以过20天，那么大的工作量。我跟他学吃一餐呢，我一天要吃3块钱，那个小馒头我要吃3个，2个不行的，要吃3个。现在我能赶上他那个，他那个时候70多岁，我现在75岁，差不多。我这个75岁跟他75岁的时候，不比他输，不比他差。所以，尽可能减少这个肠胃各种器官的工作量，这才真正懂得养生之道啊。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要无动于衷决定不受诱惑。我们才能保持长寿年轻，不老不病。只要能够保持不老不病，到最后肯定不死啊。这个不死是没有死苦，死的时候就像脱衣服一样，换新衣服，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懂得养生之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求自己有财富，有聪明智慧，有健康长寿，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理论，都有方法，而且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去学习，决定得到效果。许许多多修行人都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这不是假的，真实不虚。那么至于贫苦，纵然是生到非祥非非祥出天，寿命80万大劫，这是六道里面三善道寿命最长的。可是时间到了，还要往下堕落。为什么他升不上去了？升不上去，只有往下堕落了。这叫辛苦。他不能够永恒保持，这是佛家三界六道里面众生所受的一切苦归纳为这个三大类。这是略略跟诸位报告过。那么在苦苦里面，这是欲界众生最严重。第一个是生苦，生之苦，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过，但是很健忘，都记不得了。而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形容的，我们投胎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呢，就像在地狱里头没有两样啊。
所以中国古人讲求胎教，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呢？爱护胎儿，饮食起居都要留意。尤其是心情，喜怒哀乐影响小孩的心理，影响他将来的习性。他的习性是善良，还是粗暴，与母亲怀孕时候情绪关系非常大。现在人哪有懂得的？佛在经上说，母亲喝一杯凉水，胎儿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苦啊，喝一杯热水呀，就像在八热地狱一样，那十个月很不好过啊。这十个月当中度日如年呢。刚刚出生接触外面的空气，这个皮肤接触外面空气就像风刀解体一样啊，非常痛苦啊。所以小孩一出生第一个声音是什么？苦啊苦啊，苦一辈子啊，你们有没有听到过啊？真的是苦啊！唯有受到极大的痛苦，他才哭啊！他哭得那么伤心啊，太痛苦了，生之苦啊！如果不看佛经，很不容易体会得到。第二个呢，有生必定就有老啊。老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你不懂得保养你的身体。你糟蹋了你的身体。所以你就有劳苦啊。懂得保养，这是一套学问呐。在中国古时候，儒释道三家都懂得，都懂得养生之道。佛家尤其讲得透彻。你看看佛教虽然很古老啊，它也用标志来表法了。我们现在称为 mark， 佛教里面有。佛教用什么呢？用莲花，用法轮，用轮。这两种东西都能够体验到养生的真谛。轮就是圆，圆有心，心是没有形象的，圆心是一个抽象的，但是它决定有，你决定找不到。所以佛教给我们养心就要像圆心一样，心要虚啊，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心要空啊，心虚心空，这个心就灵了，就生智慧啊。我们一般世间人不懂得，
把一些妄想杂念通通放在心上，心的灵性死了，不懂得养生了，你的智慧为什么没有了？原因就在此地。如果你永远保持你的心空虚，你的心呢，自然就灵敏，你的心自然就生智慧。啊，所以我们自己有智慧呀，被自己把它堵死了，妄念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执着太多了，啊，你的心不灵啊。养生，身要动啊，身是圆周啊，身要动啊。现在怎么样？恰恰相反，身要很舒适，啊，要很静，心里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完全颠倒了。你怎么能不生病？你怎么能不短命？我们这个身体，照中国古人的讲法，啊，中国的医学，这个身体你要会保养，可以活200年。换一句话说，你这个身体不能够使用200年，都是被你糟蹋掉了，你无知啊。所以我看到那个141岁的法师，我一点都不稀奇啊！为什么呢？这身体可以使用200年呢。你要能够活到250岁的时候，那很稀奇。为什么呢？超过了，那是特别懂得保养。啊，使用年限超过了，它还很管用。那这是一等的功夫了，所以我们的身体使用不到200年，都是自己犯下的错误。要晓得养生之道，病，古人说得好：“病从口入，口出，口入，祸从口出。”我刚才讲乱吃东西啊，以为那些东西是山珍海味啊，不知道那些都是毒药啊。没有智慧，没有能力，不能辨别善恶，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对自己有害，都不懂啊。所以多病，现在的病比过去增长不知道多少倍。病从哪里来的呢？都从饮食来的。佛经上形容娑婆世界的众生呢，饮苦摄毒啊。我在年轻时候读到这些经文，还怀疑释迦牟尼佛说的话是不错，但是太过分了一点。可是今天来看佛这一句话呢，我同意佛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完全正确啊。死苦，死是贪生怕死。贪念这个身体带来了恐怖，带来紧张啊，所以人死的时候全身僵硬啊。为什么会僵硬呢？吓死的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恐怖死的啊。你看看念佛人啊，他们死的时候
隔多少天全身柔软，说明说他走的时候没有恐惧。啊，过去我在这个台北，我们图书馆韩馆长往生，他是两个星期才火化，啊，才入殓火化。这个大殓的时候是好像是一个星期盖棺材，一个星期盖棺材的时候身上还是柔软的，说明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一毫恐怖，所以人死了之后全身僵硬是吓死，恐怖，他恐怖，多数人是僵硬的，几个人走的时候那么安详，那么自在，死苦啊！另外是求不得，自己欲望很多，欲海难填呐。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求不得苦啊！第七种怨憎会苦，冤家对头不愿意见面，偏偏常见面，偏偏常遇到，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造的业嘛。无因之甚呢，是现在还在造因，又在造因，所以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好了，他懂得造善因，他懂得把这些不善的果报啊，在这一生当中全把它消除掉，善因善果啊。改造自己的命运呐！不仅来生得福，现在就能得福。如果我们好好的改，晚年有福啊！晚年享福是真正的福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